再来看到县议员张美惠抽中一号签，以认真负责的理念持续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。他表示将会持续做好市民交付的工作，用心来服务，也恳请市民能够持续支持他。张美惠表示，四年前在市民们的期望之下，把他送进花莲县议会担任县议员一职的工作，同时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以认真的态度、用心的思维来为民服务。每一天美惠都非常的战战兢兢、兢兢业业，要怎么样来不负选民的所托，不负选民的期待，每天都很认真，觉得要再做什么，应该再多做什么，选民的交办、选民的托付，那每一件事情都要努力的去达成，包括自我要求，包括要求团队，一定要做到让选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为地方服务的用心，就像当时田志轩担任县议员、乡长跟市长一样，服务地方的精神也不能够让他的精神有所打折扣。那也很谢谢选民这些年来对美惠的支持，那还有一些的肯定。但是这四年的这个最终的成绩单要在11月26号要来请选民投票投出来，能够让美惠继续的当选哈。那今天的号次抽签，美惠抽到一号，也谢谢大家看到美惠，那一定要一马当先，一定当选，一定连任，让美好一定会持续。那要拜托乡亲在11月26号票投一号张美惠，让美好一定会持续。张美惠表示，这次参选以美好会持续的理念来向大家恳托，现在的工作是相当有挑战性的，他也会持续做好监督的工作，争取地方建设和社会福利，来继续为花莲的未来来努力。记者中立黄少伟老师。